你们参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把这个国号讲出来，我们大家支持你，好吧？如果到9月20号之前还是选台湾总统的话，我一定参选，请你们支持我。选举呢，都是台湾加油，我没有听到一句中华民国的字眼。2012年不是选中华民国总统吗？如果他们都选台湾总统的话，中华民国总统我来选了，是不是？秘书长，秘书长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是内心的话，因为我已经看不下去了，不要为一点选票把自己股东都忘了。刘老师刚才所提出来的《中华民国颂》是我会唱的歌里面最会唱的一首歌。青海的草原，一眼看不完。啊，慢一点，廖秘书长，廖秘书长唱《中华民国颂》唱得很好啊。廖秘书长，欢迎您跟我一块唱这首《中华民国颂》。来，我们一起唱，谢谢各位。Sure.